欢迎收看 Web TV 网罗掌心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宏恩，我是罗文宇。欢迎今天的百万 YouTuber 李丹。李丹，哎，你一进来，我们现赚100万啊！真的，没有啊，因为听说你是第一个女性 YouTuber 呢破百万的。对，当初怎么会想要投入拍片呢？一开始看别人拍，觉得很有趣，我也想要这样子。对，就是带欢乐给大家。怎么会想要跨足在这个音乐？因为我之前是有在就是自己的影片里面稍微唱过几句歌，就突然有一个作词，他就问我说：“哎，我有一首歌很适合你，能不能让我帮你写这首歌，然后我们一起来合作看看。”那首第一首叫《预感》，就取谐音鱼竿，对，结果就大家就开始见识到我就是会唱歌。原来这个人唱歌的样子是这样子，玩游戏平常的样子就是这样。到底呢，他的实力是不是能够进到录音室拍片的全新的专辑？蛮紧张的，蛮紧张的。EP 嘛，对不对？最新EP。对对，最新。哇，其中这首主打歌叫做《失恋庆功宴》。来赴一场失恋庆功宴，我们这一天都长大了一点。爱过的纪念，就在这一杯，喝干眼泪，喝干笑声，跳的甜。失恋另一面，我们都发现，只会多了一页。缺爱的手册，延长感情线，留给下一个新的体验。哇！有哎、欸，你唱歌蛮甜的，蛮顺的。你第一次进录音室会很紧张吗？我超级紧张，我是那种一紧张就会胃痛的人。那个时候一进录音室就好啊，开始认真的录一首，那个时候就开始笔记做得很满。那、所以听到成品，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蛮惊喜的。对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而且他把一种本来失恋是很难过的事情，对，比较正面。庆功宴表示是人生中的一种成长。那其实我们也知道，你除了会唱歌，那有一个很特别的，你养了4只猫哎。对，我是猫奴，猫奴。真的吗？那我们来节目当中，我们来测试一下，看你是不是真的这么懂猫。猫咪行为，来，我爷爷好。第一题呢？如果你看到一般通常猫在地上来回滚动，它想干嘛呢？第一是想跟你玩，二是被人养，第三个是它自嗨，哪一个？我觉得以上皆是哎、啊，应该是想跟我玩。没错，就是一。第二题呢？猫朝着你眯的眼睛呢，通常是什么？我觉得你很碍眼。二，满足放松中。三，光线很刺眼。一定是二啊！哇塞，真的哦，眯眼。因为我也会对猫咪眯眼。你是怎么是这个表情？就是你就看着猫咪，然后这样子。安安哦，开车小心。开车小心，不要转过来。最后一题。如果呢，对你抬高屁股呢，代表什么？一，要你抓痒；二，跟你打招呼；三，还要鄙视你。我家的是要我帮他抓痒啊，真的、哦，就是要我帮他拍屁股啊、哦，就可能那地方需要。可是这里面可能也还有一点鄙视的成分在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抬高屁股，哎、来帮我抓痒，哎、对，痒痒。所以答案是什么？答案他这边准备算是二啦，跟你竟然是二，对，打招呼。猫、咪，猫咪就是这么难懂、啊，很难懂。这个 EP 里面有一首歌是量身定做的。对，猫理不理毛，怎么会有这个很奇怪？我那时候看到歌名《猫理不理毛》，就因为那个时候是想要有一个副歌是可以顺顺畅畅的，有一点滑下去、滑上来的猫理不理毛那种感觉。OK，、我还以为我们一起学猫叫。好，不要再学猫叫了，可以听听。我不要笑了，不要再学了。对 ，OK， 好，来学这首，来学这首。从今天开始，猫理不理毛。喵喵，猫理不理毛。都毛跟猫都很，你在那边一拳打下去，我跟你干扰我开车。他在学猫叫，他在学猫叫。好，可以可以，停我觉得有可能会成为这个抖音瞬间流，还不敢说啦。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有为了这首歌编了一小段舞蹈，那学起来，用你的抖音或用什么，赶快学起来。对，小短片把它拍起来，很简单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又有一个考题要出现。知道你在 YouTube 界里面有很多的好朋友，不晓得这些朋友是不是真的这么懂你，会不会唱我们真的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不知道，有没有可能现在在车上就立刻打电话？我觉得非常非常紧张。真的，你要打给谁？我看一下。我先打给菜渣，你还在睡吗？
我还在睡，他真的还在睡，他真的还在睡。今天想请你就是唱一句我的新歌，你会唱吗？你唱完了吗？我觉得他睡着了耶。好，我们谢谢菜渣，谢谢菜渣，他尽力了，不会这样了，好好笑。但他有真实反应哦，对，但是他刚刚有唱一小段，有看有没有比较清醒，可以唱比较多一点。这个应该会比较清醒一点。这是谁嘞？这是弟妹。弟妹你好，我是 Win 哥，好久不见。哎，弟妹你好，我是王宏恩，宏恩哥。哦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鱼干。哦，我知道。对对，那我打来是。我是你的粉丝。你会唱我的新歌吗？你的新歌？嗯，这首歌词不太熟哎。你有需要？哎呦！哇，根本就实力派嘛！知道这个？喂，有喂，有没有？可以哦，好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可以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弟妹。到头来最挺的竟然是弟妹，而且她唱到欲罢不能，有没有？对，有点欲罢。她哥哥刚刚还在旁边吐槽。哇，你也算是人缘好之外呢，你的音乐也算是百变呐。哎，有没有总有一个启发吧？我常看的、常听的歌手是邓紫棋。哦，邓紫棋，我真的很爱她，很爱她，因为其实我们年纪相仿，差不多。对，然后就觉得哇，这个女生有这么大的成就，在舞台上台风这么稳健，因为你知道我是一个很容易紧张、又胃痛，然后很怕失常的人。但是看她的表演，每次都让我觉得很就是心情非常好，就觉得好稳哦，完全不用担心，可以享受那个听歌的感觉。就让我。忘了过去有多悲伤，打开受伤的翅膀，啊啊，来为自己戴上掉下的皇冠。无论世界有多疯狂，我是活的疯狂，啊啊，经过了燃烧，有新的心跳。真的真的真的，而且你唱他的歌，自然而然就变成了韵味。对，那我觉得这张 EP 呢，其实有一首主题写得很好，叫做《做我自己》。这个歌词也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改了很多次。我主要是想要写比较正能量的，但是又想要让它比较稍微再贴近一点生活，感觉就是你很常被比较，你很常被打分数。我们的标准就是我们自己。Okay, 我就要做一些正能量，多讲一些造就人的话。不找借口，原地停留。就放手，不退缩，大笑一声，快往前走，我的快乐，我骄傲，逆行的方向不怕被左右，做我自己就算犯了错，我能决定想要的生活，专属自己的梦 ，I won't let go。哇，我觉得你刚刚唱现场还不错，后面整个很稳哎。对，那我感觉邓紫棋上升了。哇，不敢当，不敢当啊！最后呢，我想要为粉丝谋福利好。哇，一定要谋福利！我们待会拍三张拍立得，然后我们抽出三位，大家出一个题目。我四只猫分别叫什么名字？从大到小。你知道答案的话，在这个影片下方留言，并且分享这个影片，我们从这里面抽出三个朋友，送你鱼干的签名。哇，拍立得！哇，耶，太棒了！今天谢谢鱼干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网络大明星成功！耶耶！欢迎我们的大来宾、大明星陈洁仪，华语天后 Kids 陈洁仪，掌声加尖叫！坚持，我出现个位。